五一的方法一定要依着这个戒定慧三个次序，而戒定慧三个次序持戒，它不先说戒怎么持，先告诉我们为什么会犯戒，犯戒的四因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记得记不得？第一个什么？无知，一点都没错，我们根本不知道啊。所以我在这地方啊，是特别说起来也可以说非常啊惭愧，非常痛心的。我乃至于到以后觉得绝大部分同修跟我犯同样的毛病，什么无知。哎呦，自己还觉得很修行哦。嚯，我一天拜多少拜？哎呦，盘在那里啊，可以盘几个钟头。哎呦，我一天念多少佛？哎，一天呐，我吃一餐。哎，我早上几点钟起来？晚上几点钟这样？忙了个半天，真的对了吗？我不能说你错，但是真正的对错不在这个上面判断的，这我们必定要了解。我们必定要了解修行的特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如何修行方法，这个非常重要。原因无非是要想从生死的苦海当中透出出来，如果只想为我们自己好，小乘罗汉也好，假定你想帮助别人，这同样一个理由啊，同样一个理由，一个只管你自己，还有要把净法界虚空界一切有情救出来，问题是一样的，你的烦恼就是他们的烦恼，所以你必定要对这个问题根本解决。那么这个痛苦的根本在哪里呢？假定你不知道是修习什么呢，这个很清楚很明白，很清楚很明白。所以有很多人修行，哎呦不怕苦，结果你虽然苦啊，是无业苦恨啊，但因为没有把握住这个生死的根源何在，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在这地方是特别再提醒一下，你必定要了解。那你了解了以后，然后把整个的纲要轮廓认识了以后，说现在晓得了啊，原来这个痛苦的根源是业，而业的主导是惑，就是无知无明。然后呢，真正你只要把惑净除了，下面的问题都解决。那么为了净这个惑期间，是有种种不同的方法。那个时候你拜佛，拜佛对；打坐，打坐对；念佛，念佛对。是，当然你起得早更好。反过来说，你一天到晚睡大觉也一样，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当初啊，临济的弟子是临济吧，我记不起来了。哦，他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盛唐的时候，那禅是最发达的时候啊，那个是临济啊，还是记不住了。反正在铁牛啊，他很有名的一个禅师啊。啊，大家都在禅堂里面瞪大了眼睛的人拼命用功，哎，结果他老兄跑到后面去呼呼睡大觉，他就老师看见了，是别人在那都用功，你在那睡大觉干什么？跑到去看，他根本就看见老师来理都不理，就这样。哎，结果老师说了几句话以后，发现那个弟子啊，对了，啊，然后呢出来，你们看看，你们在这儿自己用功，你看看后面这个小和尚小伙子，你们用些什么功？大家觉得，哎呦，在那儿用了功半天不对，真的跑到后面去看看，他在那儿睡觉。哎，睡觉就是真的用功哦，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哦。所以说明了这个什么，你真正把握住这个重心，你能够把烦恼降服，对了。不过这地方顺便一说啊，我们不要说，哎呀，他既然这样，那我也去睡觉去了，那你就完全错了。这是告诉我们，你必定要把握得住这个重心在什么地方。你如果重心把握得住的话，你用不管哪一种形式做对，就这样。这个是最主的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特别说明，到现在这个地方所指的修行最重要的资粮善当中，精进第一。那么精进的特质是什么？一定是修这个善法。然后呢，这个静静建立起来，摧佛烦恼，
是不让那个烦恼来摧伏我们啊。现在我们继续下去，更是众徒起舍誓愿，所有国舍善事彻依，水俗着事，一切誓愿悉愿承办，乃至未获见闻以来，进修起心。啊，我们进一步啊，该想一想，哎，是假定说啊，你修了以后中间了，觉得哎呀不行不行，然后呢说哎呀不行啦、啊，你中途退下来的话。这个过失这个患害啊，那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非常严重啊，前面已经说过了，你能够对这个道理啊正确的善巧的思维观察以后，那么你做什么事情一定照着这个次第这样去做，那样去做的话，你使得你的要想做到的一定做得到，所以令我们的誓愿呢、啊、要得到究竟，得到圆满。所以在你还没有有正确认识之前，以及虽然认识了不坚固不坚稳，这个时候努力的修行啊，努力的修行。所以啊，乃至于没有获得这个坚稳这个心的时候啊，要进修起心啊，进修起心。所以这个地方啊，未护应该是未活啊，应该是未活，不过这个字啊我们还要啊去查一下啊，看看。继续下去第三个列啊，坚固列下面以后呢叫发欢喜列，如是尤其猛力欲乐圣洁之列，仅仅未圣之能令生起，有令一生不退之因，唯有成就坚固之力和我慢力，初最初若是欢喜而入，一取若实，与其事业不欲断绝无保以乐者，皆欢喜力，故因引发。那么什么是欢喜力呢？前面说啊，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样次第，由于引发了这个圣戒，就是圣戒的话，就是对于这个法的数正确的认识而确定不为所动，这个叫圣戒。那么既然在这个地方引发的圣戒是什么？哦，对善法，原来这个东西有这么样的好处啊啊，到那个时候啊，你内心当中啊就产生一种好要之心，一心一意要在这个善法上面努力，那个心里边呢产生坚强猛力的心情。那么这个心一生的话，这个境界呢没有升起来就升起来了，升起来了，升起来了以后真实去做的时候，如果不坚不稳的话，慢慢的做起来会退的。所以啊，进一步啊，由于这个坚固力的话，使得升起来的这个精进性啊，也不退，不退，啊，所以第一个是升起那个心，第二个呢，去做的时候啊，内心当中坚固，还有一点，进入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前面有圣洁之力，而且有坚固之力，做的时候啊，很欢喜。技术不断的向上，下面这个很重要啊，能够对于我们所做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修行的事业，不断绝啊，不会中断，乃至于无报亦乐啊，接着做啊，一直觉得继续下去的力量，什么叫欢喜力？这个地方讲一下，这个地方讲一下，我们大部分的同修，我想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啊，大家觉得听见了方法，哎呀好啊，修行好啊，一心一意的跑得来修行，结果啊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是一鼓作气啊，然后呢咬紧牙关冲将进来，弄弄弄弄弄弄啊，哎，慢慢慢慢慢这个每况愈下，每况愈下，再而衰，这个气啊衰老，
三而解，到最后啊，歇了皮球一样，一点都没有了。不要说欢喜啊，痛苦无比，就是哦，放嘛又放不下，提嘛又提不起，怎么精进法？哎，他现在妙了，不进来的时候固然先策发这个圣解之力，然后呢还没有修的时候啊，把那个畜生的见解啊还啊产生非常坚稳的力量，然后呢去日了以后啊，就产生很欢喜的这个心情。这个欢喜不是别的欢喜，就是对你所修的这个内涵，就是说啊，我们念佛，你越念呐、是越欢喜，是拜佛亦然，做任何事情也是亦然。不但欢喜啊，而且你越做越欢喜，因为它好嘛，因为是越做越欢喜，所以你就舍不得放下，这个叫欢喜力，这个叫欢喜力。所以啊，古德门呐、念佛的时候常常说，这一句佛号念起来啊，亲切无比。亲切什么？是我们人人欢喜的。哎呀，觉得亲切，好欢喜。如果念佛的话，别的呢没有一个例外的，修行必须要的。他并没有把欢喜这个名词说出来，但是正规上去的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有这个内涵。这越做啊是越快乐，这叫现法乐住，去禅定的。这是为什么他们成就的原因。我们现在呢，说实在的，的的确确是所有善根，说生没有善根不可能进来，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这个说生的善根，这一次遇了缘了以后啊，他策发了，哇，然后这股气啊就起来了，就像那个青蛙吹起来的时候鼓的那个下面那个大大的这个像个气泡一样。但是因为你没有如法，不能如法的行持，所以吹那个气啊就后继无力，慢慢越来越不对，越来越不对。所以啊，等到出家三年了，浮在天边，再下去没影子了。现在不是发欢喜了。那么假定你做这件事情越做越欢喜，叫你放掉你舍得吗？我想谁都舍不得。不要说在这个地方，在前面刚开始讲的时候，道前基础讲正修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道理，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说让修行啊作为你的朋友，不要把修行啊作为你的冤家，还记得吗？还记得提的这些故事吗？那就是这样，你会觉得这是越修行啊越欢喜，就像看见好朋友一样，哎呀，你看见了这朋友啊，就是会啊，大家也欢喜，就像平常我们一样，住在那里上课不一定啊大家开心，然后下了课，如果你觉得朋友聊起天来的话，聊得跟没个完，为什么？欢喜嘛，他就有这样的吸引你的力量。所以从头一路上面都告诉我们这个，不过呢越向后说得越清楚，现在在这个地方说得最透彻。这个力量我们一定要引发，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引发了这个以后啊，好嘞，这个力量是源源不断，人家看起来是啊，哎呀，你这种人啊真是啊苦恼无比，可是我确实很快乐。这古人一直说啊，贫道贫道是生贫道不贫，穷没关系，哪怕没地方住，我住在树底下住一宿住一晚也可以啊。然后呢的的确确虽然我没钱了，都讨饭，讨到好的固然好，讨到坏的也一样，讨不到恶也不怕。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否则的话，尽管我们出了家了，样样现成，弄到后来啊还是塌在那里啊。所以说引发呀，那么进一步要引发修学散发
当中所得到跟法相应的法乐，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法乐怎么样的应发何等的无报之理，如云吃与所作业入狱有喜乐，应作其事业系吃业无报。就像啊我们做事情一样的，这个做事情像碗一样，哎呀因为碗的快乐，所以你越碗是越快乐，越碗是越快乐，怎么样啊也不觉得满，不觉得够，要这样好啊。所以我们看看佛陀的因理当中，的的确确他生生世世做这种事情，我们看起来哎呀是头目脑帅，他假定真的把他看成苦事，谁愿意做？没有一个人愿意做的，说实在话。现在真正问题在哪里呢？始终是这个。所以前面呢在忍辱波罗蜜当中，第三个地刹发忍当中啊说得很清楚，不解无期于乐。现在我们修行最苦恼的事情，最大的障碍，说实在的并没有正式的了解佛法的特质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听见了一点名词，摸到了一点形象，自己觉得修行并且往往往闯进去，佛法的特质在哪里啊？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就照着我自己的心里想，哎呦我觉得我去苦恨，我觉得我去念佛，我觉得我去拜佛，我觉得我去参禅，结果参禅的人呢、跟两个腿故意不去，哎呀盘了个半天呢、越盘越痛，越盘越酸。如果是大型人克服了一下以后跑到人家高的去，会我能够盘两个钟头，其实盘两个钟头在干什么谁都不知道。最大的情况呼呼大睡，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你不妨去看看呢。当然我不是说盘腿的人都是这样，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是这样来的，所以我刚才一再说明了这一点了，一再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必定要了解的佛法的特质。什么？你要了解啊，它的内涵的的确确你呀、有一种无上的妙乐在里头，这个就是欢喜乐。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啊，不要说啊在那地方盘两个小时20个小时，那前面说的时间长不是害怕的原因，对不对？痛苦才是，一分钟的痛苦都受不了。快乐的时候啊，如果说快乐的话，我们就把时间短了，越长越好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有这个认识。所以啊，在修其因之业，亦因无报。不对不对啊，这个我们还没说到那地方。其次无报，为因利乐发起喜心，如同小儿游戏之业，无报作心，犹如乐谷无数饱满，其因之业亦因无报。入住所人于安乐谷，能不能得，尚且由于千尺力转，况行此业，决定能生安乐之谷。下面说的。所以对这个地方啊，我们应该努力启发这个欢喜之心。欢喜什么？法跟法相应。那个就像小孩子啊玩那个事情，这小孩子玩的事情啊，他永远没饱满的，在趴这个地上。你别看他，哎呀，你叫他进来啊，他也不愿意，哎呀，哭哭闹闹，吐吐拉拉的。其实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样，哎，我们说起来真是可怜的。我们在世间的标准来衡量是大人，那佛法的标准来说啊，我们能够像小孩子已经不错了，我们像小孩已经不错了。我们在长夜无明当中啊，梦都没有醒啊，啊，眼睛都没开啊，不晓得在忙些什么呀。所以啊，我们现在啊，应该对于我们的佛法啊，努力欢喜。所以第一个啊，一定呢、先把佛的圆满的这种状态让我们认识，说你这样做啊有什么殊胜的大的利益，不这样做啊有什么巨大的祸害。因为这样的是非好恶有了一个圆满的比较以后，那个时候我们一心一意要得到这个快乐的果。
实际上这的的确确是我们人人所要的，没有一个人例外的。说你活在世界上要什么？我要遭苦，没有一个人。修学佛法的人固然是啊，所有世间没有一个人做生意，哪怕强盗，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快乐嘛，很简单了。不同的是，他没有了解真正的苦乐的因果，是不如理，如此而已。对这个究竟的果是一样的，所以现在。既然我们了解了要得到这个圆满快乐的果，这个果是我们呢在嫌少不嫌多，那么既然如此的话，你要想得到圆满的果干什么？我们了解一定要在圆满的因上面去下，有这样一份因必定感这样一份的果。既然你对这个快乐的果啊不嫌多，自嫌少的话，你在下这个圆满果的因，这个业因上头啊，也应该如此啊，是业因无报。现在我们退一步来说，这个世间的俗人呐、啊，就忙这些事情啊，这样忙完了半天，是不是真正能得到安乐的果啊？他还不一定哎，但是啊，他还拼命努力，这是千真万确的。世间人做生意。然后呢，种田，是哎，这春天种下去，他不能保证说今年秋天一定有收成哎。万一来一阵台风，万一这个病虫害，万一什么，做生意人万一到那时候市场上面，尤其是现在这个有什么风暴，他不管，大家拼命努力去做。而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人，由于前面的这样的认真的修学。跟随善知识如理去了解，经过我们的理智的抉择辨别，千真万确确定有这个果，那么我们会不努力在业因上面吗？当然决定应该努力，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说来说去，修学佛法始终有一样最重要的正知见。所以这个佛在任何地方都说佛法的中心是什么？正见。八正道正见，真正的佛法的中心是八正道，没有一个例外的。持戒的重要是什么？正见。所以我们六合合的圣堂当中，第一个见合，这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得到了这个正确的认识以后的觉得，哦，你这样做一定得到圆满的果报啊，反过来说，你为了要求这样的圆满的果报，那么一定要在这个因理上面是认真的去做。如云：成乐否无定呢？尚未乐作业。若业定感乐不修，云何乐？那世间那些事情啊，忙了半天，是不是一定得到快乐啊？还不一定啊，还不一定啊。尚且啊，为了。这种事情是忙的个不得了，而且啊很乐意的去做。现在呢，我们所造的这种业因啊，是一定能够感得乐果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去修的话，你怎么会快乐呢？就像做生意一样，你明明晓得这个东西做出去的话赚钱的，结果你眼看着别人在那儿赚大钱，你停在那里，心里面实在过意不去，对不对？我们人人可以了解到的，人人可以了解到这个事情。哦，是现在眼前拿、那个钱，哦，奉送给别人，不送给你，哎呀，你心里面过意不去，那个钱并不快乐。可是你晓得，那个钱可以换得你要的快乐啊，所以你得到那个钱是来的个快乐。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对佛法确定晓得能够得到快乐的。这样，所以啊，如果不在这个上面因力当中下的话，你心里面应该为这个难过呀。所以你只要真正得到了正见的话，这必然有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说，哎呀，要修行啊，觉得那提不起来，原因什么？就是这个正见未得。如果你把那个正见产生了很正确的认识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啊。何况前面后面一再告诉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果出现，就在那个因理当中你去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本身快乐了，何况还有大果在后头，而这个大果是更大的快乐。说来说去始终有一个问题啊，
缺少正确的认识，缺少正确的认识。所以我在黑板上面特别把这个五居爱始终写在上头，你们常常提。第三个啊，第四个缺水一圣教，跟那个正法相应的完整的如理的教授不够，没有，乃至于不够。最后一个呢，虽然你有了，但是呢你去修的时候啊，得为少善变身细作，下面的四个字来不及写啊，这个黑板上这几个字不要把它擦掉啊，等到经仅讲完了再擦掉它。我们平常过来的时候看看它，对。又以此理夜波因宝座，如云诸欲入道灭尚且无宝座，况佛感乐谷极尽胡谷宝，如风道灭岁月略有甜味可尝，若舔之啊，并能割舍，可爱成悦，虽于眼前少分安乐，然身现后极大苦受，其受用者善无宝座，况诸自量能于无罪眼前就愿无边安乐，胡因宝座。这个说这个不但得到快乐，而且这个快乐还不应该宝座，不应该得到啊，那啊可以了可以了，不可以。为什么呀？那下面说，就像刀上的灭，刀头的灭啊，我们对那个刀上的灭都不抱住的啊，刀上的灭啊，哦，那是好危险，而且呢又是一点点。现在我们修学佛法，这个所感的果报是极尽的，不但没有危险，而且是绝对圆满啊。所以下面说呀，刀头这个灭啊，虽然有点甜味啊，但是你舔它的话，对不起，一定把你的舌头割掉。现在世间上面很多这种啊沉郁啊，看起来蛮可爱啊，眼前好像有一点点暗落啊，但是啊后面是绝大后的痛苦的果报。那我们对这个事情啊尚且没有保住啊，我想这是我们人人感受得到的啊。我们呢、啊、到了冬天，哎呀睡在这个被窝里边呢很舒服，但是到了夏天呢、啊、在那吹凉风很舒服啊，跑到厨房里去啊，哦哟，这个吃起来又放不下，聊几天来啊啊，叫你不聊啊，哈哈，又觉得不行。这种事情啊，是眼前是一点点的快乐，而且将来有无边的大痛苦，我们从来没感到饱满苦，千真万确的事实。不管什么眼前的这些事情，而我们修学佛法，积聚这个资粮啊，能够得到无罪，他总是反省的。他反省有个原因，换句话说，那一切的故事都没有的，这个好处啊，这个好处啊，包括两方面了，不但究竟圆满，而且眼前就好。反过来说，眼前已经好，是就后是更好，无量无边。对这样的，怎么我们会觉得说啊，够了够了？不应该，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努力无保的永远追求下去的。如是事宜啊，应当发生无保一乐，故为圆满所修善业，乃至未生如日中时，日之诸相取向科意廉耻之心，应善修习。这样的善巧思维了以后啊，我们第三个不但要欢喜，而且对这个欢喜啊要无保，这个意乐就是内心当中啊，不够，不够，越多越好，越多越好。